2019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，薛之谦。那我们有请薛之谦来领取属于他的荣誉。祝贺薛之谦先生，发表感言，来，请发表感言。对，话筒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嘿，大家好吗？哇，很高兴得到这个奖啊！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就是明天的晚上我会发行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，然后明天可以听我的新音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TME， 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加油！嘿，谢谢，谢谢，祝贺薛之谦先生，谢谢你再次功课。当然了，你们都已经知道下一个奖项的得。